他算是回来了。我家的无线网坏了，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修一下呀？不能。连上了，谢谢啊。下次再连不上，你就把这电源线拔了再插上啊，不要动不动就麻烦别人，我也很忙的。不就是举手之劳吗？有必要这么拽吗？我看现在拽的应该是你才对吧？哎，你怎么不让你男朋友来修啊？你不会还单身吧？您多大年纪了？得三十好几了吧？你管我多大呀？什么时代了？你们男人可以追求自由，我们女人一样可以。也难怪，你说这好好的记者不当，非得写什么男女关系，谁敢要啊？时间不早了，请你出去。别啊，我帮了你一个忙。你也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最近冒出来一个叫做婴童的公众号，我很想知道他背后的运营者是谁。看这个文风，应该是个记者出身。婴童？不知道啊，没听说过。做深度报道的，你不认识很多记者吗？不会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你打听婴童干嘛？上次我们给龙谦公司做危机公关的时候啊，他就冒出来了，没少跟我们对着干。这次我们代理迪云酒店，又被他盯上了。跟我们这么有缘的自媒体，我很想会会他。但我就是一个研究男女关系的，不跟这么有格局的人混。嗯。也是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。好了，我们也扯平了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谁跟你扯平了？你可没帮上我的忙。先牵着吧。